掀开经本，他化天王，寄送的第八首，啊，我们将这个经文念一遍啊，诸位对对地方。毛孔光明能演说，等众生说。 诸佛名，随其所要悉得闻，此妙轮床之解脱。我们看这一首，这是妙轮庄严床天王，他的赞颂。 前面在长行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的，他所学习的法门呢，是得十方无边佛随意念习来复写头来。那么从他得法。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，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的这个事实，不可思议随众生的心念，佛菩萨就有感应。这个地方，他这首寄颂。 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难懂的是毛孔光明。毛孔是我们正报最小的，啊，是指汗毛孔啊。这佛经里常用啊毛端、毛孔啊来做比喻，光明。 是它起的作用，毛孔是能起，光明啊，是它所起，一切众生毛孔都有光明啊。 这光明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念头来的。啊，有念就有光啊，但是光不一样，啊，光不相同啊。佛法里面讲光，这个世俗里面呢讲气。 啊，外国人讲磁场，名称不一样啊，是说的一桩事情。啊，你看我们平常啊，遇到一个熟人，哎呀，你今天的气色不错啊，啊，你今天的光彩庄严呢、啊，啊，这个事实很明显的叫人感触到。 一个人的气色光彩这个气色光彩好，让别人看到生欢喜心；那个气色光彩不好啊，就叫人生呢恐怖性。啊，忧虑性。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能体验到。 至于毛孔光明呢，我们就体会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太微细了。我们能觉察的是很粗、很明显的现象，很微细的这现象啊，我们就体会不到了。啊、嗯，这个要心底很清静的人，心底越清静。 对于这些微细的磁场啊，它就很明显的能够觉察得到，啊，好比我们现在收音机一样，啊，这个收音机性能非常好，就能够收到像太空传来很微细的电波。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一个收法宝机一样啊，有能力接收虚空法界不同的的波动，而我们本身也发出去，本身发出去这个波。 我们讲心波、思想波啊，思想波给注意说，比电波的速度啊快的太多，啊，电波、光波跟思想波不成比例，啊，太快了，一念之间周边法界。 如果不是在一念之间周边法界，这个这个文就讲不通了啊！所以我们的手法，这个心的念头手法了，都是周边法界啊！我们凡夫不知道，我们要不在佛经里面得到这个讯息啊！佛菩萨教导我们。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？太微细了。而在佛与大菩萨他们境界当中，这种微细的波动，他们是看到太明显了，我们见不到，他见到。他们的心地清净啊，或者说。 定功之身。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得到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世间禅定，四禅八定，世间禅定，我们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。这个是处世间的禅定，出世间声闻圆觉菩萨佛。 这个十法界以内的那个禅定的高深，不是四禅八定那些人能够觉察到的，他们都没有能力觉察到，何况我们凡夫一天到晚就妄念纷飞呀，啊，严重的。 妄想分别执着，使我们这个机器啊失灵了，产生严重的故障。啊，华严会上这些人，诸位都晓得，发生大事，不仅是见思烦恼断，尘沙烦恼也断。 无名也破了若干品了、啊。他们定功之深，心的清净，心之细密，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其心动念，起一个很微细的念头，动念头的本人都不知道。 本人都没有觉察到，我们这个念头动了，佛菩萨知道了。这些事情我们有啊，尤其是学佛的同学们，不说出来你不知道，说出来之后啊，你想想，哎，有道理。啊，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。 不定在什么时间？不定呢，在什么处所？忽然之间有感应，啊，有见佛，有见菩萨，有见光，有闻到异香，种种不思议的瑞香境界，或者是你一个人见到。 或者周边还有旁人同时见到了，如果没有感，哪来的因？这种感呢，自己没有发觉到。哎，我自己没有这个，其实让自己有。感怎么生的呢？是阿赖耶识里的，含藏着佛法的种子。 遇到缘，起现行；缘不显著，种子深藏在阿赖耶识当中。啊，所以它起现行，就好像这个波动很微弱，啊，自己还没觉察到。其实确实是自己有感，自己没有感，佛菩萨怎么会有因？啊，佛菩萨对我们感应到，叫我们有感；妖魔鬼怪。 在我们面前，现象也是我们自己有感。如果自己心果然不动，外面绝对没有境界，啊，那是永嘉大师讲的“绝后空空无大千”了，啊，绝对不会有境界现前，啊，所以佛经也好，魔经也好，都是自己感召来的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 啊，所以在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，我们所接触一切人事物种种感受，要知道都是与念头有密切关系。你要追究所有一切感受的根源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因此，我们的念头啊，就要注意 念头要真诚，最最关键的是诚啊，真诚啊，真诚就是不自欺，不欺人啊。学道，道业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此地、啊，能不能够啊？现在讲很粗的话了，去疾必修。 啊，消灾免难了那个关键也在这两个字。啊，果然我们能舍弃一切虚伪，处事待人接物都用真诚，这是你的佛心现起，你真心现起，真心里面没有灾难。 真心里面没有业障啊！我们今天用心就是不能用真心的，通通用的是妄心，故事在此地。所以我们自己光不能改变啊，不能放金色光明。 啊，不能放白色光明，不能放黄色的光明，所放的光明都是乌黑的、乌漆八黑的，啊，灰秃秃的光啊，啊，说光也好，说气也好，所以令一切众生看到不能生欢喜心的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你这个光的转变。 为时所变了为心所现啊！为什么不肯修清净平等觉呢？一个念佛人，如果不修清净平等觉，就跟西方极乐世界不相应了，性行不相应。 念佛念的再多，都不能忘生。啊，这个话了，我们总要记住，总要明了啊！你天天拜佛，身礼佛，口念佛，心想佛。 这不错了，样子做的不错了，可是你的心里面欲望没断啊，是非人我没断，贪嗔痴慢没断，处事待人接物还用一个虚假心，就不能往事。 如果你的心真诚、心清净，你不信佛，你也不念佛，你决定不得三果道。你来来生享人天福报啊！如果遇到佛法，一念生念就能往生，为什么呢？本钱够了。 本钱是清净心，是真诚心，啊，对人没有一丝毫虚伪，坦诚相见，别人能感受到，啊，尤其是修行人。 不仅是佛教，任何宗教不信仰宗教的，我们中国人所所说的这个世间贤人君子啊，读书有修养的人啊，读书是明理，有修养是什么呢？坦诚的心。 处事待人接物，那有修养啊！啊修是修正我们的错误啊，得有修行的、啊、养是存养啊,啊，养善心，养心性、啊、这样的人。 他接触外面境界的感官，与我们一般凡夫不一样，啊、哎，那个微细的境界，他能见得到啊。此地是讲的化身大事，化身大事何以毛孔光明能演说？ 言说的是什么呢？等众生数诸佛名啊，众生有多少数量，他念佛的那个数量啊，跟众生数量相等。这个我们没有法子想象、啊，我们今天听到这神话，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今天认为神话认为不可能，是因为我们有分别有执着，落在素里头，那就不可能。他们为什么可能呢？他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不落在数量里面，那就可能了。啊，不落在数量里头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也就是舍。 你有分别心，你有执着心，你就落在树上，啊，就像这个这个这个《了凡四训》里面，呃，云谷禅师所讲的，落在树上，你的命人家就算得准了。要是舍弃了妄想分别执着，不落在数量里头了，谁能算你的命呢、啊？ 啊，任何人来算都算不准啊，个人如此，家庭也如此，国家、世界无疑不是如此啊！你没有办法超越数量，你一看到那个超越数量的那些人，就觉得不可思议啊，没有法子理解了。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不但要晓得这个道理，要认真学习。啊，学习没有别的，还是看破放下。啊，看破是明其理，啊，放下就是放下一切分别执着，放下一切过失。 要知道，我们清净心里面、本性里面没有过失。不但恶没有，善也没有。啊，善恶都没有，才叫真善。啊，善恶是相对的。你有恶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有恶报。啊，就有三恶道。你有善，你有善报。 你就有三善道，善恶都没有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乐不是苦乐的乐，啊，苦乐的乐出不了三界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、啊。为什么相对的、啊？凡是相对的。 在见识烦恼里面，边界啊，边界的范围多大、多广，没人知道啊！啊，现在人家相对，六道里面的众生都是生活在相对这个理论之中啊。 不但六道，包括十法界、四圣法界，也没有脱离相对呀、啊。不过他们相对的概念比我们薄啊，执着轻微。我们这个执着非常严重、啊、不能够舍离。 属于自己在六道里头没有出头的日子，你是多可怜！我们要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出头，在这一生当中要成就，彻底把这些毛病改正过来。啊，从哪里改起？ 司马光说得好：“从不忘语开始。”啊，司马光一生的成就，不忘语。实话实说，啊，一生当中不自欺，不欺人。这是他教导我们下手之处啊。 我们想想，确实很有道理。人能够做到不自欺、不欺人，这个心情多么舒坦！啊，没有欺骗一切众生的这些事情，没有欺骗一切众生的念头，啊，这心才能得清净。 凡是欺骗众生、不能说真话的，当然是罪恶，不是见不得人呐、啊。这个就是你心底的污染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要改过、要修行，那我们这个缺点就不肯修正，这个过失就不肯改掉。 那无济于事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想超越六道轮回，想成就，就不可能了、啊啊。我们想想，这一生当中，啊，学佛了，逐渐逐渐明白了，什么事情最大？辽生死出三界是大事，再没有比这个事情大了。这个机会。 难遭遇啊，所以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：的人生不难呐、啊，遇到佛法难，尤其遇到大乘了义这个大法，太难太难了啊！遇到了，要不能够把握住。 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成就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啊，千万不要打妄想啊！啊、哎，这一生遇不到，还有来生呢。那个来生就不知道要多少劫。啊，也许是无量劫之后，你再遇到一次。 那这个无量界中，你要受多少苦报啊？所以觉悟的人决定在这一生成就佛菩萨毛孔光明、颜色等众生宿诸佛名，我们有没有觉察到？ 佛在这一部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给我们讲的句句是真话，一记一切，一切记一，这个意思非常深光。一佛名就是一切佛名。 一切佛名就是一佛名在什么地方显现毛孔放光当中显示出。说到毛孔光明。 岂不就是讲的虚空法界？佛家讲的一正庄严，正报是毛孔，依报是微尘呐。正报毛孔光明，依报就是微尘光明。 啊、确实是眼说眼是视线说不一定是眼说。这个“说”是明了的意思，你在种种视线当中明了。 所以佛讲，菩萨成佛的时候，看到大地众生皆成佛道，就这个意思。佛看我们众生是佛，我们看佛菩萨也是众生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情？佛看我们毛孔光明，言说无量无边佛明，佛见佛菩萨见到的，我们见不到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佛菩萨毛孔言说诸佛名号，没没看到、啊。 这是什么回事？情境随心转。我们用妄心吧。用妄想分别执着吧，所以你觉察不到吧。佛何以能见到佛以清净心，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个心就是虚空法界。所以佛见到的是一切众生的真性。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，是执着分别在幻象上，这着相啊，所以见不到性，这是性德，心德圆满的流露，用个佛名来表示，啊、为什么呢？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所以，我们在此地又不要执着在名号上，执着在名号上，你把意思又错回。了。佛名是这个内容，是讲究竟圆满的性德。 一微尘，一毛孔，都是性得圆满的流露啊！菩萨见到，菩萨起如这个境界，啊，如境界，我们一般世俗人讲正果啊，他正得了。 所以，设法无量无边祝福围绕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用妄想、用分别、用执着、用种种不善之心啊，把信德变成了妖魔鬼怪，把信德变成了六道轮回。 把善德变成了无穷的灾难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啊！自己还没有迷惑颠倒，还怨天尤人，啊，认为这个灾难不是自己造的，别人造的，我们受到连累了，把一些责任呢全推给别人。 这是罪上加罪呀！国报是苦上再加苦啊！你什么时候能觉悟？什么时候能回头呢？这个话就难讲。所以我们多聊。 菩萨在此的赞颂，一定要去啊，要细心去体会。你能不能有觉悟？你体会到哪一个层次，与你看破放下的功夫，决定是成正比例的。你心不清净。 你见不到，啊，清净心也有等级，啊，清净心越高的，你所体会到的境界越深入 啊，所以这个经文含义非常深广啊，随其所要习得闻随其所要是讲的众生，就无法界的众生啊，他的爱好都能够得闻。 随其所要，这就不是一元的了，是多元的了。我们能不能体会到在我们现前的社会里面，有人喜欢佛，有人喜欢基督，有人喜欢天主，有人喜欢大梵天王。 不一样啊,啊！还有人喜欢狐仙的，随其所要，习得闻呐、啊。你喜欢什么，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形，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。 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！你细细观察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说的纵然不同，你冷静一观察是佛法了。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再细细观察的时候。 没有一个不识，诸佛如来，通通都是的啊！啊，什么叫佛法？什么叫诸佛如来？信得流露而已呀！啊，通通是自信流露出来，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。所以。 法法平等呐、啊，这个平等没有高下，没有大小，没有正望，没有善恶，没有去来，没有意义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经叫不可思议经典，《华严经》在佛法里头著名叫大不可思议经啊。 啊，中国人称《维摩经》称小《不思议经》，是大《不思议经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心性上讲一元，从现象上讲多元，多元不异一元，一元即是多元呐、啊，一多不二啊。你们注意想象这味道。 你能够稍稍体会，你就可以和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就融成一片了。这是华严境界。我们今天迷了，就是迷了自信啊，迷了这些事实真相。 不要说跟其他宗教不能够融合啊，自己一个道场住的几个人，天天都闹别扭，天天都搞意见，你说你迷到哪里去了？真正觉悟的人，跟一切众生决定是融合的。 啊，圆融和活,活啊，不能跟一切众生圆融和合，自己要警觉啊！我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迷了，是，做错了。 这个是随其所要习得稳呐，啊，这个里面就是讲的理是一元，四十多元。性是一元，相是多元。啊，你们细细去体会这个味道。妙轮庄严闯天王，他从这个境界里面呢。 解脱的，对正果的，成无上道啊，成无上正等正确这些事情也都摆在我们面前。为什么他能够得解脱？他能成无上道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太粗心，太大意了。 啊，所以诸位要想真正成就啊，真正入诸佛如来境界，不改过不行了不修行不行了说到改过修行，一定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先要晓得自己的行为，你才会改。 自己有过失不知道，你从哪里改起？啊，佛法里面常讲，世间只有两种人没过失，啊，诸佛如来没过失，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凡夫没有过失，啊，凡夫有过失不知道嘛，啊，所以他没过失嘛。 觉悟的人就有过失，菩萨从初信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，都有过失啊，所以他们知过，知过就是觉悟我们佛法讲开悟了，改过就是修行啊，把自己错误的这个过失改过来，改过是修行呐啊。那么古大德。 提醒我修行从哪里修起？从根本修。根本是什么？心地。真正会用功的人，用功非常得力的人，是从念头上修行，把是不善的念头改正过来。啊，恶念改成善念。 然念改成净念，杂念改成一念，从这里下功夫啊，这叫从根本修啊，根本修正过来了，在思想上修行功夫就很容易得力。 啊，无论是念佛、是参禅、是持咒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、啊，哪一个法门都会得的都会有成就啊,啊！不在根本上下功夫，啊，只是在这些四项上，所谓是寻之摘业，那个修行很困难，很不容易成就。 凡是懂得从根本下手的，一生当中啊，几乎都能成就啊。我们在中国，叫古大德》高僧传里》传里面，《居士传》里面，《善女人传》里面都看到。 啊，那些人为什么一生成就啊？他懂得从根本学，从心地上学。我也常常劝导同学们啊，最初方便，我们现在入手之处是什么呢？要放下。 对这个世间、处世间，一切人、事、物，控制的那个念头，我们想往往想控制这个念头不好，绝对错误啊！这是迷惑啊，惑业苦，这是惑。如果再有占有的念头，那就造业了。 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那么清楚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还有什么好占有的？你能够占有得到吗？说实在话，连自己这个身体都不能占有啊！啊，一天一天衰老，一天一天陨灭，你有办法占有吗？ 你占有，您能叫他不劳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三心不可得”，也就是能占有，的念头都不可得；所占有的一切形象、因缘生法、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能所都不可得。所以说。 你这个念头是妄念的你这个念头是无明的。啊，你要有个念头想占有的时候，你造罪业。啊，诸佛菩萨何以得解脱？何以得大自在？就是他没有这个念头。他那个境境界啊，他那个心这个心态。 是跟虚空法界完全融成一片啊！这个是真心，这是自信啊！所以文字啊，你看看这个菩萨赞颂啊，只有四句话里面的含义无比的深广。 好，我们再看底下一首。如来自在不可量，法界虚空悉充满，一切众会悉明睹，此谢陀门花会如。这是华光会天王如就是正如。 跟前面讲的“解脱”一个意思啊，所以佛经里头这些名词术语都都含很深的意思啊，“解”谢是解开，解开我们的烦恼，解开我们的妄想，解开我们分别之处，解开脱”。 脱离生死轮回，啊！脱离十法界，脱离无量无边的灾难，如入如来的境界，入一真法界，啊！在华严间上入华藏世界。 入极乐世界了，这是正果啊！第一句，如来自在不可量，《清凉小注》里面讲的啊。第一句跟第二句是说明佛体。 普遍无成不成啊！他这个注解很简单，所以这一句境界就很广。从佛果地上看呢？ 这是他现前境界，现前的受用。从众生看呢，是信德，我们自信本具的德、啊、这两个意思都有啊。从两个意思，我们去体会。 如来果地上，他这些信德的受用现前啊，也就是他得受用，他完全享受到了啊，享受是无量无边的大自在啊，他享受到了。啊，对于我们来讲呢，我们有啊，我们有这个心德。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享受啊！我们的心得的时候，有东西把它障碍住了，叫负障啊！好像有东西阻碍它了。我们的享受不能向前了，什么东西障碍了呢？烦恼障碍了。 烦恼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三类：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的如来自在不可量，现在不能现现，啊，得不到所有。 那我们要问，我们这个信德还有没有呢？有，啊，肯定是有，只是现在有障碍，不能向前。佛的教诲不但是释迦世尊，三是一切如来教化众生没有别的，教我们信德上有障碍，障碍除掉了。 心得自然现起啊，这个受用你就可以恢复啊。所以说，佛不度众生了，众生是自己悟、自己度、自己成就的佛对我们只是做一个正上云而已啊，所以佛很谦虚。 佛不居功啊！佛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悟，啊，自己修正，自己得下面这一句话，好。 这个意思含得很深，法界虚空悉充满，我们的心得充满虚空法界，所以佛家啊，在许多佛寺当中。 啊，用书文表达自己的愿望。你看这个书文前面一开端两句：“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”谁的心包太虚？谁的凉周杀界称赞诸佛菩萨，没有想到自己也是啊。 所以天天念这两句话，念了一辈子，自己心量还是很小，还没办法放开，就是不晓得这两句话实际上说自己，佛菩萨不需要人赞叹他。佛菩萨还欢喜别人赞叹他，那他是道地的凡夫。 那他的妄想分别指着没断嘛，所以赞佛真是赞自己的心得，这个要求我知道我们的心得跟诸佛如来果地上原来是一样的。 他的心在现前呢，我为什么不能现前？你们看到这一句就晓得原因在哪里？心量太小了吧？人家的心都心包太虚，量周扎杀戒嘛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么小的心量，怎么能够恢复心德？ 啊，所以学佛的人要从这里改过，要从这里下手啊，把自己的心量拓开。啊，怎么拓开呢？念念想一切众生，啊，不要想自己，想自己就错了。念念成就一切众生。 你的心量就大了啊！所以想我们这个团体，心量还是小啊；想这个国家，心量也不大了啊；想我们这个地球，想我们娑婆大千世界，那个心量还是不行。 还是太小了。这起心动念呢，要想到净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一切众生，这就给自己的心量啊，就平衡了。华严经上这些发生大事，这些诸佛如来，都是这个心量。 我们能有这个心量，自自然然就相应啊！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没有一样不相应。相应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哪有不做佛的道理？你看这个法门妙不妙？啊，六道不要破，自然破了。 设法界不求除，自然处理啊，为什么处理了？心量大了吧？啊，我讲经的时候讲，做比喻，你的心量把六道挤破了，啊，把设法界也挤破了，啊，六道设法界是个圈圈嘛，你心量大嘛，超把它挤破，超出了嘛。 同学们，好好想想这个味道啊！心量小了，可怜呐！啊，谁叫你那么可怜？你自己搞的。你的心量本来是包虚空法界的，现在自己画圈圈，越画越小，就作茧自缚。 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你自己迷惑颠倒啊！啊，所以必须变才变成现在这个自私自利啊！一定要知道，真心自信里面没有私，也没有利。 啊，所以自私自利这个想法错误的，自私自利造成六道轮回，造成三卧道。你能够把自私自利舍掉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舍掉了三卧道就舍掉六道轮回你还有这个念头，你决定脱离不了我道，脱离不了轮回。 你想想，这问题多严重！啊，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成的，为时所变嘛。识什么？识就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妄想是阿赖耶识。啊，分别。 第六意识执着第七莫那是。啊，为时所变的，为时所变就是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。所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哪有轮回啊？啊，不但没有轮回，设法界都没有，法界原本是一直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心所现对吧。啊，什么是真心呢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心就是真心，那个心就现一真法界，那个心就现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要晓得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唯心所现的。 所以学佛不明理怎么行？他修什么？啊，不懂得这些道理，哪一个人不是盲修瞎练？啊，盲修瞎练不是骂人的话了，啊，是说明事实真相啊，然后你才晓得。 这个这个一般人讲啊，修积功德啊，修什么功德最大？讲经说法的功德最大啊！讲经说法不但天天劝别人呢、啊，天天劝自己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经越讲越明白。 越讲越清楚，越讲越透彻，自己得的利益比听众的利益超过十分都不止啊！所以李斌老在往年看到学生当中啊短命的、复播的，都劝他出来学讲经。 啊，讲经是修福，讲经延年益寿啊！讲经的功德第一，再跟诸位说，护持讲经的功德也第一啊！讲经的这些人，无论是法师，无论是居士。 没有菩萨护持，你没有机会讲啊，没有地方讲啊。所以要有菩萨发行护持，那个护持的人跟讲经的人功德一样大啊。这个里面还有第一功德，比这个还殊胜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培养继起讲经弘法的人才。 这个功德是到顶点了啊！你讲经讲的再好，你要死啊，死了以后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后继有人呐、啊！啊，要有续佛会命呢，正法才能久住，这个功德地也大了啊！要知道，世出世间第一等功德。 做这种事情，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我。再大的灾难，这个地方不遭难啊！谁懂得这个道理呢？明了佛法的人知道。 啊，懂得佛法的人晓得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知道现在世间有很大的灾难，这个灾难的讯息会在这段时间当中越来越明显。 啊，让我们了解越来越详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了解灾难事实真相，我们怎样面对它？努力用功，不但是自度。 都一切众生啊，这个地区可以免难、消灾免难啊，地区附近的周边也都沾光啊。啊，总有灾难，灾难会减轻，时间会缩短啊，这是个中心点 福报最大了，啊，往外去越远，当然我们这个力量啊越薄弱，啊，完全在我们自己真正用功努力。念佛人如果不懂这些道理。 不能够深入进藏，他那一句佛号力量就不如啊。懂得这些道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一句佛号力量很大了，起很大作用、啊。这是静随心转啊，明了那个信心坚定。 愿心广大，所以这个一句佛号啊，随着你的信心，随着你的愿心起了作用。啊，平常我们念佛，一天念到晚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，信心脆弱，万一一个灾难来了，吓得发抖了，佛也忘掉了。 啊，叫爹叫娘了，你说糟糕不糟糕呢？啊，这个时候就证明你信心坚不坚固，愿心没有了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。这种佛号念的时候，念的很勤快呀、啊，力量很薄弱。啊，真正具足心愿的人，再大灾难来的时候，如如不动啊。 清清楚楚，如如不动，是定；清清楚楚是慧呀、啊！真的，其如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啊，一心不乱是定，心不颠倒是会。啊，那个佛号力量就大了，啊，不但消自己的业障。 消自己的灾难，你住在这个地方，一个地区的人都消灾免难。你们读过《地藏经》，你看看《地藏经上》上婆罗门女那一段所说的。啊，婆罗门女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用多少时间一天一夜。 为什么他能得一心不乱？他为了救母亲啊，一心一意救母亲，知道自己不发疯不认真，他母亲不能脱离我道啊，所以是拼命，一心一意专注念佛啊，一天一夜，他在定中。 见到地狱啊，地狱这个现象，只有两种人会见到：一个是造地狱一因堕地狱，地狱现象现谢。另外一个是菩萨啊，到地狱去参观去度众生除这两种人之外，见不到地狱啊。他不是造地狱一，而能够见到地狱。 这个是他修行的成就，最低限度的成就，阿罗汉果。啊，阿罗汉果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的肆意性不乱。啊，没有这个功夫，地狱境界不能现起。啊，那个地狱里面，无毒鬼王接见他。 他向鬼王请教，打听他母亲的消息。鬼王告诉他：三天前他就升天了，不但他升天，跟他在一起受罪的人统统升天了。你看，一个人有福啊，把这一群人都带走了，大家都沾光了。你从这一段经文就能体会到。 你要真修行，你一修成功了，这个都市人都沾光了，都能够消灾免难了啊！所以我们不能不努力，不能不认真啊！我们自己祸福安危事小啊！啊，这么多人在我们周边呢。 我们不能不顾啊！我修成功了，他们都得福；我修不成功，他们都遭难。啊！你要能想到这种事情，你就不能不努力，不能不认真，啊，拼命去干。念佛堂为什么会懈怠啊？不懂这个道理啊。不了解事实真相。 你才会懈怠。如果通达这些道理，你在念佛堂怎么会懈怠？纵然精神不够用了，赶紧忏悔，求佛力加持你能够恢复体力，恢复信心。 这个是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念佛堂要求大家听经，道理在此地，就怕大家念佛时间久了懈怠退转，啊，那真的叫前功尽弃呀！这多么可惜呀、啊。每一天听两个小时经，是检测，是鼓励呀。 提升大家的精神，振作起来，目的在此地。如果都是老修行，都是通达这些教理，何必要讲经呢？不需要了。啊，念佛堂是行的古大德教给我们，《华严经》上也是这个架势摆在这里。 先结后行，你看“清凉”这个四库，信、结、行、正，这叫行部啊。什么是圆融呢？每一个字里面句足底下三个字，啊，什么叫信？有结、有行、有正，这个叫信。什么叫结呢？结里头有信有行、有正，这叫结。 这是圆融的说法啊，行部不,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部啊！啊，说一个字就是四个字，任何一个字都居足四个字，大圆满啊！大圆满就是大自在。 啊！我在前面讲的，多元就是一元，一元就是多元，这个才是大圆满，绝对不是各个独立的啊！它是一体共存的，共存共荣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 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脱开心量，要认真修正自己的过失。啊，我们自己的过失，自己很不容易发现。啊，用什么方法看别人？啊，所以世间人看别人过失很容易啊，看自己过失很难呐、啊。 聪明人看到别人过时，回头想想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过失，就发现了。啊，别人对自己是一面镜子。啊，他的好处，回头想想我有没有；他的缺点，回头想想我有没有。人家的好处我没有，要好好的学习；人家缺点我有，赶紧改正。 啊，所以外面境界的人事物是我们修行的一面镜子。每一个修行人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众生，对我们都是善知识。啊，善财童子的成就就用这个方法。啊，他出去参学，在历事练习，啊，他参的是什么？学的是什么？怎么个学法？就是这个样子。 所以五十三位善，这个善有有视线，由事先顺境界善行，的，有视线。逆境恶性的啊，这是给我们做了个样子，教给我们怎么学习，怎样学习啊。我们读了这个经文，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啊，你也会参学了。 每天从早到晚接触一些人事物，就是五十三餐嘛。善财童子的功夫啊，就是见人善，认真学习；见人过时，自己反省改过。所以他一生。 元成佛道啊！第三句是“一切众慧皆明睹”，清凉大师的解释是“随众生心现成正确。啊！这一切众慧，会。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团体啊，也可以解释族群、族类。啊。这个族群、这个族类。啊，这个团体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，都明明白白，都见到啊。 什么人见到？清净心的人见到，明白人见到，啊，真正肯修行的人见到，啊、见到自己的心得。 大自在，大圆满了啊！那么这个解脱门，华光会天王，他得到了啊！他从这个法门里面修心正果。 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自始至终，句句都是开悟我们的，句句都是对我们提出修行正果的忠告啊！我们的修学是在讲，抓住几句经文就成就了啊！说的这么多。 这就是随众生心啊！你听听哪个法门你喜欢，你用哪个法门啊？无量无边的法门，方法门径不一样，明心见性是一样的啊！这个就是外面是多元的，里面是一元的啊！里面一元是明心见性的。 外面多元，是五花八门呐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这个八万四千跟无量，诸位要晓得，包括所有的宗教、这，啊、个，这个这个，我们在本经得到证明，啊，五十三参里面。 有印度教啊，啊，变形外道也是宗这个宗教里面的领袖啊，圣热婆罗门就是现在讲的新宗教啊，婆罗门教、啊、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呢、啊，包括各种宗教都在其中。 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人家那个宗教排斥我们，他不了解；我们要排斥其他宗教，就大错特错了。那你就根本不懂佛法，啊，佛法是融合一切族群、一切宗教，啊，知道是？那是方法门径不相同，最后都能明心见性。 啊，所以这个才是圆满、大圆满、大自在。啊，这第一句是大自在，第二句是大圆满。啊、这个才是诸佛如来真实的教学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。 讲到此地，啊。